凡夫闻之，常感极乐甚远，俱不能去。这情形真多，许多人一听说十万亿佛国度，吓到了，这怎么去法？此时由于迷自心量苦，这句话怎么说？不知道自己心量之大了，三种周边的第三种啊，含容空有啊，我们心量多大？啊，含是包含，包含虚空。容是容纳，容纳万有啊，有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，这是有啊。虚空里面不讲物质啊。整个虚空共一切法全在我们自己心量之中，你心量多大？啊，第二种周边出生无尽，那就是经上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刹土，出生无尽啊，全是你自己念头变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华严经上讲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我们对这些话听得耳熟，自己也能说，但是确实不知道，不承认啊！不承认是由于真的不知道啊！如果都是明白了、清楚了、了解了，哪有不承认的道理啊？你要是真承认了，极乐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